好了，废话不再多说，就是下面咱们来这个特别上演，整个忍者啊，整个忍者，整个这个水门嘛，好吧，整个水门嘛，好吧。有人可能说了，这个哎，你咋这个单独整水门呢？别的不整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啊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个东西啊，忍具。稍等，我看个忍具。一看你就不懂套路了，说实话，你就不懂套路啊，那弟，你没有套路是不行的呀，那弟，对不起，他没有套路是不行的呀。好了啊，这个废话不再多说，接着来整啊，接着来整啊。为啥说整这个波通水源呢？对，这个东西怎么这么便宜呢？可合成二级，怎么买的？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只买波通水源，别的不买？谁能告诉我一下原因？兄弟，谁能告诉我原因？我这个好像没有开红包呢。来个三千，你千九，三千，两千七。榜一还在刷，别刷了，大哥，你快停手吧，大哥。再刷你裤衩子都没了，哥哥，听我一句劝，这里这儿啊，这里这儿，听我一句劝，摸头，不是摸头，兄弟，你们就猜为什么我只买这个水门，别的不要，就有没有人知道为啥？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有没有人知道这些为啥？啊？升五星，升什么五星啊？这不是升五星，好吗，哥哥？不是升五星，不是升五星。哎呀，我看见我的材料就头疼，兄弟，十几万材料全还给我废了。水门帅，不对不对，都没说对啊！我来告诉你们正确答案吧，因为我这次只招募水门啊，等下次啊，我长门还能水一次视频，自来也还能水一次，大圣丸又能水一次。